就劫了辆出租，但是车有毛病，就另外劫了一辆，然后我们就去抢劫了。一姐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在隐瞒我。你以为胡志军跑河尾死了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？如果你不说实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我坦白，我坦白。我们之前还杀过个人，是胡志军，胡志军逼我干的。胡志军说，先要找个人认认身，就在7月中旬一天，把我们都交出去了。晚上半夜的时候，他调了辆出租车下手。 停车！大哥，下车！是，我下车，我下车。大哥，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站着别动！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李杰，这是干嘛啊？没事，下车，走走走。 跟我走，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！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！啊！大哥，你放过我吧！大哥，你饶了我，钱和车钥匙，别说了，我都给你。闭嘴，我不去，闭嘴，站着别动。把头转过去，转过去。 你王八蛋！大哥，大哥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拿着，干掉他！志军啊，志军，我不行，我真不行，就叫威子好吗？叫威子过来。我和威子，我们心里都有数，今天就想试试，打吧。 就这么多了，车上，给我的，走，喝酒去，喝酒去，喝个痛快。是胡志军逼我干的，是胡志军，胡志军他逼我的，警官，是他逼我，不是我想。在交代了亲手杀人的罪行之后。 一直强挺的于杰，终于崩溃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他才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处境，也终于明白对责任的推脱是无法帮他的。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是死路一条。对于这一点，他从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清楚。 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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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站上，站上，站上，上啊，上啊，上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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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元，十元，十元！跟上，跟上，站上十元，站上十元！哦，哎呀，我救我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我也扔了。哎呀，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子君，你是谁？子君，果然是你啊！乍一看还没认出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以为我认出人了呢。你到底是谁？开玩笑了吧，子君，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大头啊！大头，你忘了？我们去年还在一块玩过呢，是于杰带我过去的。于杰的朋友，啊，有点印象，有点印象。最近干嘛呢？哎，于杰怎么样？我们也挺长时间没有联系了。昨天正好看见你那儿打牌呢，我知道你玩得好。哎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们俩也聚聚，找上于杰什么的也玩玩。哦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我先走了，你回去接着玩吧。啊，等一下，没别的事儿。刚才见面没把你认出来，挺不好意思的。要咱哥俩在这儿见面，那也是缘分。这样，我请你吃个饭。哦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家里还点事儿。给我个面子，行吗？弟弟，你定还是我定？你说了算。走吧。于杰这小子好像有好多东西还都没说出来啊！这家伙真是的，反正死定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真不够男人！不要着急，他就是这种永不放弃侥幸心理的。他以为何飞死了，胡志军逃跑了，他的证词无从对证，所以他对很多事实都隐瞒了的。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胡志军的下落上，这一点应该从证词的细节里找到。嗯，好。可是小子现在好像学聪明了，不想回答的时候就耍赖，还提好多要求，混蛋！这家伙也真够惨的，同伙把他出卖，家里人不管他，老婆还带着孩子回娘家了。那他是活该。头，根据各方面的消息，胡志军还是没下落，真是倒霉，每次都差这么一步。没关系，头，不能说没关系啊，我们只差运气。而胡志军靠的是运气，我想他运气不会每次都好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嗯。
大头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没有。您最近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哎，咱们快到了，你呀，过会儿再打吧，啊。军哥，你想怎么样吗？不怎么样，我啊，就想请你吃个饭。一杰，你休息的怎么样了？不好，吃的不好，睡的不好，我已经瘦了10斤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反正我是死定了的人了，我能想怎么样啊？一杰，你今天是不是还想抵赖啊？一杰，你这么抵抗下去，没有任何好处。最后倒霉的还是你，你不想宽大处理了吗？宽大个屁呀！我犯了什么事我自己知道，我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还怕什么？你这种态度毫无意义。我觉得你这样问下去才是毫无意义的。如果你改变一种态度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和你的家人见面。什么？怎么样？算了吧，我家人要来看我早就来了，我已经完了，妻离子散，全世界都不要我了，这我知道。你自己还知道啊？嗯，因为你的身份特殊，你的妹妹来看你，我没让她见你。不可能，你们骗我。你不相信就算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们重新见面。如果你能让我妹妹见我最后一面，我保证什么都说。好，我们会尽快的安排。在这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如果这是真的，周警官，我谢谢你。哼，从你一进来，刚才这句话算是最真诚的一句。如果你是这种合作的态度，我想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。行了，把他带去。大爷，你饶了我吧！起来，起来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又没说什么其他的，请你吃个饭还不行？去哪儿吃？我看，对于这种无赖，现在强攻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可是让他们兄妹见面。于平现在也正被收押着呢，安排一下，不要让于杰看出来，让于平演戏，可以这么说。他的态度你是知道的，他是恨死了于杰，但关键时候为了保护他哥哥，连我们警察都敢骗。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帮助我们，就是帮助于杰。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。
我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？当然是你啊，女人之间好沟通嘛。是这个道理。哎，那我说啊，以后领导说话你不要随便插嘴，好不好？听见没？是，交给你了，你看行吗？行，我一定让他配合我们。好，你快点去吧。嗯。你过来一下。哎。军哥，军哥，啊，服务员，捡你们这儿最好的菜，上几个啊。好的。军哥，军哥，这地儿也太好，咱们换个地儿，随便吃点吧。这么好的地方。怎么能随便呢？再说了，这顿饭我是一定要请你的。军哥，坐，坐嘛。哎，放松点啊，闭上眼，做个深呼吸，自然就放松了。啊。你先说，你到底知道我些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啊，我都是听说的。听说什么呢？听说你抢了银行，还杀人，听说还杀了好几个。听谁说的？很多人，很多人这么说。现在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，但是我都不信，我知道都他妈扯淡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军哥，你把我放了吧。一哥，你哥哥落网了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活该，毙了他才好。他心里也这么想的，所以呢，他在耍无赖。他本来就是个无赖，这一点我比你们都清楚。那你为什么要帮他做伪证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吃错药了吧。我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家伙落到这一步？警察同志，你给说说。我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混蛋落到要坐牢的地步？因为他是你的哥哥。很简单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你们是至亲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好，而且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离他远去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能是他最亲最亲的亲人，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都是个死定的人了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能帮他。他没救了，只能等死了。他可能是三个人中犯罪最轻的，从属性上来讲，应该是从犯。所以他的态度非常重要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我不是一个有多少文化的人，但是我也懂点法律。他的态度，在这个时候，已经帮不了他什么。
难道你不想见他最后一面？你是希望你的哥哥带着让人不知的秘密去死呢，还是没有牵挂的走完这一生呢？对他这种人，怎么死重要吗？那取决于你的认识。没事儿，哎，不叫你就别进门啊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坐。坐。说很多人知道我的事儿，是，都是谁？就是原来赌场里的人，有些人认识你，我就是听他们说的。你听说的，除了我，都还有谁？还有于杰和一个叫威子的。那最近有他们什么消息吗？据说于杰出了一种事儿。我怕被连累，就一直没和他联系过。他也没什么下落，但是听说那个威子被警察打死了。一萍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女人，我答应你们。我该怎么跟我哥说？谢谢。说实话，我和于杰也不是什么深交，他那个人花花肠子太多，我一直和他保持距离的。至于军哥你，那更是一面之缘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我能知道多少吗？你倒是挺明白的。你以为我会杀了你吗？军哥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见过你。我要是说了，我找天打五雷轰。军哥，你我。军哥，我求你了吧，军哥！胡志军，你敢杀我？胡志军，现在这儿里里外外都是人，你已经是命案在身的通缉犯了，你难道想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给杀了吗？啊！妈，冷静点好吗？啊！你少不来这一套！第一，我没说要杀；第二，你说的不错，我确实不能在这儿杀了。但是，杀你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你以为你有刀有枪啊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坐下。你他妈坐下！你以为这样像疯狗一样就可以镇住我？
你不用磕头下跪，也不用恐吓威胁，我要是相信你，你就没事儿；我要是不相信你，你怎么样也没用。那你相信我吗？你儿子快上学了吧？挺可爱的，都是有家有业的人，不要天天在赌摊上混，多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啊。你昨天回家的时候一定只是在想那个人是谁，没有注意到你身后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我来接孩子的吗？今天下班早，我就过来了。哎呀！儿子，在吃什么啊？幼儿园啊？好，咱们回家了啊！爷爷吃好了吗？老师给你吃的什么呀？面条。吃的面条啊？面条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好，我们到家了啊。乖。到家了，乖儿子。你昨天跟踪我？我正打算哪天去你家登门拜访。你敢？我敢。军哥，求你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这样就对了，啊！我知道我的这些做法很卑鄙，可是没办法，我不信任，所以有的事情就是必须的。那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家永远提心吊胆的。说实话，都是我目光太短浅，以为躲到这儿就算是天涯海角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在这儿短短几天就碰着熟人。看来我还得搬，大概不出三天我就会永远离开这儿，到时候你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了，也不用再保守这个秘密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谢谢军哥，谢谢军哥。哎，我说的可是三天啊。军哥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可都记在你的账上。或者说，记在你家里人的账上。明白。别紧张。
他毕竟是你的哥哥，好好的跟他聊聊，啊。是。谢谢。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吗？你瘦了？十斤。活该！我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除了这个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那你就犯罪。其他的我也干不了啊。你自己有什么本事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就连干坏事儿你都干不明白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咱爸妈。你早就对不起我们了。我老婆还好吗？还好。问过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我们跟她说，你出差了。哦。你来找过我啊？对，谢谢你。我来也是想骂你一顿。你骂吧。不过现在已经不想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是彻底完了，骂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你不要老是完了完了的好吗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和警方合作，你不知道坦白从宽吗？他叫你说的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没机会了。所以你就耍无赖，你能不能像点男人啊？如果当年我拿了家里几千块钱，我爸妈不把我送进公安局，我现在就不会像这样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被送进公安局。这次我一分钱没拿，就要被枪毙了。如果当时我没进去，老老实实的做生意，也许就不会像这样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很后悔。你后悔，我就已经很欣慰了。我耍无赖，还不是为了见你们一面？现在不是已经见着我了吗？家里都挺好的。以后你媳妇儿有什么事儿，我们都会帮助她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要跟他们配合吗？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好瞒的了，难道我说谎就能变成好人了吗？哥，你能叫我声哥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好久没听到你叫我一声哥了。看了之后，我们还会再见一面的。哥，刘警官，麻烦你带我妹妹出去吧。
该明白的事。一天，别哭了，你做得很好。玉姐怎么样？没太多表情，不过好像受到很大刺激，也答应坦白交代了。那就强使一天一无所获好，毕竟于杰已经答应配合我们的工作了。那要是他再变卦呢？我想不会。说的绝对一点，他现在已经无牵无挂了，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撒谎。哦，也是。是我，怎么看着不像啊？是啊，你照片长得不像你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不像。怎么不像了？哎，你这是旅店还是公安局啊？手边的假身份证一路上已经引来太多的麻烦，这对于一个逃犯来说未免过于危险。一向小心谨慎的胡志军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弄到一个更真的身份证是胡志军这三天里唯一要做的事情。涛，嗯，你说胡志军会不会就这么永远就没信儿？不会，只要他还活着就会露出马脚。那他要是不再作案呢？他不作案的几率很小。他拿走了30万，我们追回了15万，他手上只有15万。这15万对一个赌徒来说，你说他能花多久？我想他一定会再次出来作案的。您的意思是他肯定会露馅？对，他肯定会再次出来作案的。哎，啊！募捐的事是你们俩谁的主意？是刘丹。是我。刘丹也参与了。是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俩。这是咱们全局民警的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，也没有多大的事儿，别老挂在嘴上。谢谢你们啊！瞧你啰嗦，走。周警官，哎呦，你好，就叫我老周吧。下班了。下班了。哎，医生，今天周文情况怎么样？好的一面是情况稳定，不好的一面也是情况稳定。哦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知道，这种情况对家人是一种折磨。没关系，我就当我儿子睡着了。老周啊，你要坚强些。您做警官的很忙，但是有空的话还是过来陪陪你妻子，她天天一个人陪着周文，还要为你提心吊胆的，不容易呀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工作太忙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多陪陪她。好，那再见啊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这屋里的病人呢？哦，您是周文的父亲吧？对。阿姨刚才说今天天气不错，要带周文出去转转。我们给他找了一把轮椅，现在已经下去了。这病人
可以下床了。嗯，医生也说没什么问题，手术之后呀，一直恢复得不错。哦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看着楼下的妻子和儿子，周铁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他的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陷入黑暗，而眼前的情景就是黑暗中的一丝光明。为了这一丝光明，他将和罪犯较量到底。撑起风雨。